孔融献媚行表，晨闻洪水横流，帝师比崖，旁求四方以招贤进。昔世宗继统，将横祖业，酬之熙在，群士享尽。陛下睿圣，散成积水，遭遇厄运，劳欠日则，为恶降神，二人并出。昔见处士平原微行，年二十四，字正平，素质精良，英才卓落，初涉艺文，升堂倒傲，目所一见，则重于口，耳所杂闻，不忘于心，声与道合，思若有神，弘扬浅计，安世默识，以行准之，诚不足怪。中国正直，志怀相说，见善若惊，疾恶若仇，任助抗衡，始如厉节，殆无以过也。见了累白，不如一恶，洗行立朝，必有可观。非便请辞，日气贫涌，假而识节，临敌有余。识假而求是属国，鬼系善于。中军欲以长缨牵至劲月，若冠慷慨，前代美之。近日露税严象，亦用异才作拜台郎，幸而与为比。若得龙跃天衢，振翼云汉，扬声紫薇，垂光雄毅，足以超近处之多士，争四门之目目。君天广岳，必有其丽之官；帝室王居，必蓄非常之宝。若行等辈，不可多得。激错扬阿至庙之用，长记者之所贪；飞兔扰鸟，绝足奔放良恶之所急也。臣等区区，敢不以闻？陛下督臣取事，必须效事。克令行以学衣召见，无可官才，臣等受免欺之罪。